当代演艺圈乌烟瘴气，难得有几股清流能将演艺圈的邪气镇住。若论当代圈内的正气人物，李雪健和陈道明应当在列。他们凭借精湛的演技和几乎无绯闻的操守，让观众有一丝快慰。李雪健和陈道明的书法也值得欣赏。李雪健生于山东省巨野，影视演员，是少有的堪称戏骨的艺术家。因在电视剧《渴望》中出演好人宋大成，《水浒传》中饰演宋江而深入人心，网友对李雪健的好评很多。文从沈梦了解，有人评价演员不计其数，能上升到艺术家的不多。你们记得他演的宋江，却不知道他还演过焦裕禄，他是值得尊敬的前辈。李雪健书画作品。陈道明生于天津，一级演员，是广电总局颁发认可的优秀电影表演艺术家。陈道明琴棋书画样样皆能，博学多能。1985年凭借电视剧《末代皇帝》获金鹰奖最佳男演员。2001年陈道明在《康熙王朝》中成功塑造了康熙皇帝的形象。陈道明书法作品《天道酬勤》四字比例苍劲，功夫独到，